去徒步了，然后经过上次的教训，我这次总结了一些经验。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 hiker？ 首先，第一步，装备。我给大家看看我都带了些什么。 来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我背的包是这个北极狐的包。其实它长距离背的话有点不舒服，因为它的肩带是这样的，所以可能下次我会换一个更专业的登山包。但是它真的很能装，它陪伴我走过了很多很多年，是非常好的一个包。食物我准备了水果，我已经 切好了，打算明天就可以这样直接带走。然后明天早上再做个三明治，用来下次一个非常小的饭盒。当，这是小狗的吃的，然后给它准备了一个零食，是它最喜欢的工具酱。然后还有它的饭，还有晚饭，还有这个，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。我上次的时候给它带了一个碗，大概这么大吧。 上图就这个，然后特别不方便，特别占空间。然后网上有一个这种可以伸缩的碗，非常好用，而且非常的轻，推荐大家。我的水壶非常的轻，然后还有小狗的水壶，就是它可以按这个按钮，可以自由引流到这儿，它就可以在这儿喝，也是非常好。然后 终于来了，这次最重要的upgrade， 登山杖。我上次就没有用登山杖，可走死我了。然后这个是，对，登山杖非常重要。这是我几天前跟 Martin， 就是那个充满活力的男子，跟他问了建议，然后他给我发了链接，然后就买了这个。然后我还带了这个。 是用来装我的摄影设备的，其实是一个稳定器。因为这次我想拍一个有点不一样一点的 vlog， 所以我这次带了稳定器，可能也稍微增添了一点重量，但是我觉得应该还可以。总之祝我好运吧。对了，我们的 Danny 小狗也会去 ，Danny 小狗，Dann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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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狗狗也会去。 哦，装备的这一块就分享到这儿了，明天见。天亮了，人们开始在路上。踏着没有休止符的器皿声，存着城市里容不下的碌碌无为。那一刻，他们不敢怠慢，而我只想要回到那片绿里，呼吸，或者比个耶。嗨，嗨，好冷漠。没有，我就在旁边。没有。And I know a place we can go. 你或许会问我为什么要去徒步。Come on, hey, 我的意思是。Oh, you can see the mountains and hold the clouds in your hand.
马小姐，累一点都不累，是吗？是吗？我很棒，我觉得非常 nice， 我一点都不累。我们跨越艰险，但我们的终点却不是要征服。我们终于抵达瀑布啦！漂亮哦，或许我们只是想要找回啊，他在洗澡，找回我们是谁，找回我们与大地和万物的关系。我们现在到达第二个瀑布，这里非常的震撼。是银河落九天，真的不是在吹牛。然后对自然变得敬畏。那一天，同行的女孩捡了一袋子垃圾。所以你问我，究竟人和自然什么关系？我想我会说，自然孕育了生命，自然资源灌溉了人类文明得以生长，而贪婪和野心却让人忘本，忘记我本与你合一，还扔下一个塑料瓶。如果地球没了，下一站我们去哪儿扔呢？